还敞开双手帮他盖教堂。真正受好处的是双溪人，你看，哦，他长期呀，所以双溪的小孩子都很会读书，像我孙子读台大，那个，你孙子已经读台，已经有孙子读台大了，70，有可能呢，而且他四年都读中山优秀，中山研究奖，结婚结得早嘛，结婚早哈，对，比乡下人结婚结得早，哎，不是乡下人，因为我碰到好好的人哦，不能放掉了，那个放掉了，就被抢走了。他读什么系？政治系。他去年十一月哈拿到第一名，研究所第一名。啊，不是我家，这个是建中，那个是那个，等一下午我们会去那个北一女的校长的家。哪一个叫什么名字？江学珠。谁？江学珠啊。江学珠不是江学珠了，他姓那个姓吕啦，吕啦，吕啦，姓吕啦。这边一定有北一女的在里头，所以你这样讲出来以后，我会问，会了解。啊，你的校长？那你孙子叫什么名字？要看哪一代的。孙子叫做刘子官，对啊，刘子官，我女婿。跟你讲，他是产调好的孩子，可是他读书的公费。都不用补习，他都读一般的国中，他就接着在读，他就台大，四年都是那个中山黑的黑的研究奖，那第一年考进去那个，啊不是我家，别人的一样，啊这个什么医生，等一下来讲，黑龙一来一提，黑来一来一提，不要太奇怪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我是那个千金小姐，万金太太。那个易君阿嬷，开玩笑了哈。好，哎，陈先生，我们要不要让车子来接我们？陈先生，我在前面啊，那我们就过去了。